威廉要想顺利加冕，必须等待凯特王妃康复，妻子是他的救命稻草。戴安娜王妃的前管家保罗·伯勒尔认为，凯特已经是君主制的灵魂人物，告诫威廉要抓住救命稻草。凯特王妃患癌期间，民间支持率稳居第一，简直就是英国王室的顶流人物。保罗·伯勒尔认为，当年的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，如今的凯特也是如此。两代威尔士王妃都深受英国民众的喜爱，没有了他们在，君主制统治很可能会崩溃。唯一不同的一点是，当年有伊丽莎白女王力挽狂澜，维护温莎家族的统治，如今的查尔斯可没有这个本事。因此保罗·伯勒尔断言，如果失去了凯特王妃，威廉王子根本无法继位。两代威尔士王妃的命运高度重合，除了令人唏嘘之外，跟王室的统治也密切相关。凯特的身份虽然是平民女子，但是她的王室地位无人能代替，不光得到了王室高层的认可，也深受粉丝和民众的喜爱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凯特王妃的支持率碾压一众王室成员，已经成为顶流中的顶流。一言蔽之，就是王室离不开凯特，威廉也需要妻子的支持，因此这个时候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。事实上，戴安娜王妃也有相同的作用，风头和支持率一度碾压查尔斯，成为王室和民间沟通的桥梁。可惜戴安娜婚姻不幸福，丈夫心里一直装着卡米拉，三个人的婚姻的确太拥挤。肢体语言专家朱迪·詹姆斯认为，威廉王子现在精神高度紧绷，压力山大，身心俱疲，每次出席公务的时候都在尽力躲避媒体，显然他并不想透露凯特的近况。保罗·伯勒尔甚至直言不讳，如果凯特王妃不在了，那么英国王室就完蛋了。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，凯特神秘失踪四个月，在网上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一度成为全球最有话题度的女性。围绕凯特王妃的阴谋论一直都很有市场，虽然让王室头疼不已，但是从侧面也能反映出大家的确很关心凯特，希望她能顺利康复，早点回归到大众视野中。不少网友也认为，如果没有了威尔士王妃，那么整个王室都将举步维艰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凯特王妃的支持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年的戴安娜，成为英国王室的核心人物。保罗·伯勒尔是戴安娜最忠实的仆人，一直以来都跟王室保持联系，他是看着威廉和哈里长大的，如今到了特殊时期，希望两兄弟能够重归于好，站在一起对抗风险。从很多细节也能看出，凯特王妃在王室占据核心地位，她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。威廉王子要想顺利继位，必须等到凯特完全康复，两人一起坐上王位，否则民众根本不会答应。也许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威廉王子扮演起好丈夫的角色，发布了很多新闻通告，表示自己会尽心尽力照顾凯特，在民众面前秀了一波恩爱。王室高层之前根本没意识到凯特在民间的号召力这么强，甚至足以让威廉都黯淡无光。看来只有凯特完全康复，威廉的王位才能坐稳，